我的妈呀，好酸啊！嗨，你的红茶哈哈又来了。今天的挑战是吃绒带皮肤的枪械吃鸡。就这，哼，他必须全程含着柠檬哦。怎么都是上天派来的恶魔啊？要知道，红茶都是多么酸了。各位小伙伴，下次你们准备让我含什么呀？苦瓜还是魔鬼辣椒啊？哎，克雅木，至少我有皮肤啊！拿着拿着，莱姆斯我也有呢。哦吼，人民币玩家就是豪气。那你们知不知道我这 AK 的皮肤叫什么呀？答对的话，我就再追加一片柠檬，含醋酸的柠檬，更不狠的枪。长官，恩等的小贼已铲除干净，接下来就可以安安心心的送物资了。嗯，三级头。嗯，怎么又是三级头？不愧是恩港呀，身中遍地都是。不知道我的小伙伴们都在恩港捡过什么好物资呢？说出来和我比比呗。哎，前面居然还有一条漏网之鱼。红尘在此，哪有侥幸逃脱的道理啊！开上小车车，让我们去称霸全场吧！妖怪，得到你了！啊，吐吐吐吐吐吐！那个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小伙伴们，我得去擦一下口水了。这柠檬也太酸了吧！不知道在场的小老爷有没有和我一样怕酸的呀？反正红尘平时可是连橘子都不敢吃，我太难了。挑战不易，还请大家点个小心心才好，爱你们哟。哎，貌似有人来了，来啊来啊！今天红尘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小鸭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猴赛雷，走你！怎么弹回来了？看来只能用我的枪枪了。Yes。红点配 AK， 一打一个准。什么？小叶被击倒了，看我为他报仇雪恨。想上王牌啊？下辈子吧。不知道我的小可爱们现在都是什么段位呢？有没有上王牌的呀？听这枪声，他们已经全员复活了。Everybody， 给我冲！三人小队全军覆没，又可以美美的饱餐一顿喽！扫完一家又一家，你们的扫荡手红尘已上线。小子，别跑啦！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社会的险恶。哟呵，成功解决一个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，这就送你的队友来陪你哈。我去，还敢丢雷？你也太小瞧红尘我了吧！漂亮！关公面前舞大刀，你班门弄斧啊！我去，怎么还有七个人啊？我快坚持不住了！我都含着柠檬含了20分钟了，牙齿都酸软了。我太难了。让我们打起精神，速战速决吧！OK， 此时场上只剩最后一名敌军了，我终于要解放了。小叶小叶，拿上你的武器跟我冲呀！我敲我敲，耶，成功吃鸡，总算是可以吐掉我嘴里的柠檬了。各位小老爷，我就问一句，你们吃过比柠檬还酸的东西吗？我估计我明天吃饭都成问题了。别忘了下载任务哦。